闲人免进。是呀，咱家这门上咋还贴这玩意儿呢？儿子，哎，儿子，妈回来了。妈，这老夫老妻的了，闹啥呀？儿子呢？我爹刚出去。说啥呢？咱儿子现在不都跟咱爹似的呀？我对儿子比对爹都好啊。瞅你那样，你说说就下道了。不是咱家这咋的了？嗯、哎，让人给封了。我封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封的。你封的？嗯。你神经病啊！你封他干啥呀？孩子马上要考艺术院校了，我给他把咱家带声、带响、带影的全封上了，让他能睡个好觉，养出精神。能考好试。让你给孩子准备那些东西你准备咋样了？妈早准备好了，你过来啊。你过来，欢迎领导视察。你看看该准备的都准备差不多了，别缺啥少啥呀。嗯，爸妈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瞅老人的死处啊。大儿子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怎么样，渴没？啊，二大，妈呀，刚才上街特意给你买的水果啊，你瞅着。哎呀，这橘子我跟你说啊，老甜了。还又吃橘子呀？不吃。你看那孩子吃够了，再说橘子不能给孩子吃。那咋的呢？橘子呀，吃完上火拔肝，孩子上厕所都费劲。你瞅瞅，你瞅瞅。再说那玩意儿上火对嗓子不好，影响考试。这几天呢，哎呀，事儿还不少呢、嗯。行，那咱水灵的，咱吃个梨。梨我也不吃啊，梨也不能那么吃啊。那梨咋吃啊？你得给它冻上。好好的梨不让吃，完冻上。孩子马上就高考了，冻梨，冻梨就是动力的意思。不是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，到底啥行？你瞅你那损粗，整一整就急了，拿话崩我。那我安排你那活你安你办明白没？你安排我啥呀？送孩子考试那车安排好没？我早给儿子准备好了。几台？一台得呗。那能够吗？万一到时候冒泡了呢？你瞧你想的事儿想的，那你想准备几台？最少两台呀。这么多干啥？那万一堵车好来个接力啥的。呀，还怕堵车？你怕堵车，你找120啊，还快呢。妈呀，媳妇儿，你真尖呐！不是你俩要给我送医院，你是咋的呀？那照你俩那么说，那救火车快，那一会儿嗖嗖就到了。一会儿，那能行吗？烤业火朝天，一把水给你浇灭了呢。别说那不吉利的话，呸呸呸！儿子，那个准生证给办没？啥？准生证给准备好没？怎么的？哎呀妈呀，你这一个就够我养活了，准考证。你那样，你一天早给孩子放包里了。千万不能忘了，哪年呢都有一个学生因为忘带这些东西，就现回家求都不赶趟，耽误事儿啊、嗯。多余，你瞅瞅我这家又多余，我该操心我都操了，怎么操的心我都不对，我又多余。从明天开始，这我啥都不管了，我还不管还不行呢。你瞅你都造枪毛了呢，老儿子你咋着？来，你过来来，怎么的？那怎么的？这衣服就考试要穿呢？啊，考试穿咋的？不行。不是这衣服不挺好看的吗？好看啥呀？这衣服穿的太不吉利了。怎么不吉利呢？这胸前有个大叉，你没看着啊？这没等考。你穿这身去能行吗？到考一科，唰唰考一科，唰唰，那还能过了吗？哎呀，那你说穿啥行？穿啥行？你把儿子带对号的衣服给穿上，考一科嘎嘎儿，考一科嘎嘎儿就过了呢。哎呀，穿个带对号的就能过呀？嗯，你要穿个带鸟的，你还能飞呢。我穿个带大炮，崩死你！跟谁俩说话呢？干啥呢？哎、你俩别吵吵了，穿啥都一样。天，老跟你瞎操心，你身体是我瞎操心，老儿子，爸跟你说，你千万千万要理解爸，从啊。得到你要上艺术院要高考那天这个消息那天起呀，爸就着急呀，上火呀，我就像得那产前忧郁症了似的啊！啥？考前，考前，就爸比你都紧张，你就想，
从你太爷那辈儿，你太爷放牛，你爷那辈儿放羊，爸这辈儿倒动驴，这几辈儿净跟牲口打交道了。好不容易到你这边有个苗子，你说爸能不重视钱？爸着急呀，渴望这辈儿能出一出来一个。你看这资料，爸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这里边有复习用的资料。准备啥呀？那是诗歌、散文，还有等等等等。你看，爸，你等会儿的啊、哦，就你准备这些东西，我哪个都用不上。你看，我自己老师都给我准备完了。不谦虚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钱到月底不够花。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懂呢？你说的哪个哪呀、啊？这是啊，你别跟着瞎操心了，儿子、嗯，你把你那个老师教你那个朗诵啊，那叫啊，你给妈说一个，妈可爱听了。你妥妥的啊，我看看，你帮我看看啊。啊，呼伦贝尔大草原呐、啊，马头琴声声。哎妈，天，你有病啊！你吓我一跳。不行，怎么不行呢？这太不行了。不，儿子说的挺好的，你干啥呀你呀？爸给你辅导辅导。你还要辅导辅导？你有那能耐吗？没那能耐，当初为啥跟我呀？跟我屁股屁颠屁颠的，天天的。来，你爸来，爸告诉你，他那边、嗯、啊，什么呼伦贝尔大草原、啊？对对对，你得这样，呼伦。贝尔大草原呐、啊，你看，丹田就是胸腔、腹腔、盆腔啥？丹田，丹田，这你都得给它用上。来，呼伦啊，呼伦贝尔大草原呐、啊。呼伦贝尔大草原啊，嗨，这底下评委一下叫你镇住啊！大草原啊，不是你搁那找啥呢？找词儿呢？下句啥？马头琴，马头琴，啊、尤其马头琴这句 啊，老儿子一定要记住，提气用鼻腔打开，鼻孔给它放大啊！你看到脖子给它勒回来啊！马头琴，哎呀，这。来，走，马头琴、啊。行了，哎，对，不是你俩干啥？让啥勒着了？不是儿子朗诵那玩意儿，我看缺少激情。等，儿子，你过来，你可别让他给瞎辅导了。你老给瞎辅导啥呀？啊，你那么能耐，你咋不去考去呢？妈呀，我不是没有过理想，我就上过一年级，老儿子啊。当我上一年级那时候哈，你看我那理想的抱负老远大了。当时我就想，将来我是考清华呢，还是考北大呢？那你到底想考哪个呀？你爸那是想多了。你妈答对了。我的想多了，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。你行，你快拉倒。还有啥？那两下子还要给儿子辅导呢，你瞅你这家。儿子，嗯，你把跟老师学那歌，你跟你爸唱一下，看他能辅导不？歌的那个？他老认为自己老厉害。歌的行。歌的我给你来一个啊，嗯，感觉一下啊，嗯，这个 jacket 洗了不？这个 jacket 洗了不？这个 bobby nobody body 不 yeah， 喂，这孩子怎么现在学了烦人了呢？咋的了？这花好几千块钱一月学的可台吐沫吐沫星那玩意儿啊！我的不是你这啥丑技呀？砰子啪子的，外国传过来，现在网上老火了。网上火的那不代表好，爸教你一个。你得整那玩意儿，一下把评委能镇住。这有多少评委让你吐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来这个，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，扒里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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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口技。阿妈为我缝补衣衫，啊啊！咦。
干啥呢？这把评委一下就能震。你毛了啊？他跟别人的眼中不一样。你别老搁这搁他瞎整行不？咱花那么些钱给孩子请的专业老师，你老跟那瞎掺和，那钱不白花了吗？可不咋的。哎，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，给孩子请的老师一个月5000块钱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教舞蹈那个啊，那舞蹈跳啥样了？练老好了。我看看，爸倒腾驴，你就挣得倒腾多少头驴能挣5000块钱？我看跳啥样。给你爸来一段，我看看。嗯，妈，你那个吧，帮我弄一下，放下音乐，放音乐啊。嗯，好。你关上。Yo, come on, let me go, come on, yeah. 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儿子。好，这是干啥呢？泡谁呢？哎呀，你一月5000来块钱，小了的体力活啊！老师教的呀、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敢申购跑卷了？这都是啊！老师能行吗？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怎么的？担心好啊！你过来来啊！爸教你点窍活，稳稳当当的。是刚，这有点太累挺了。你先缓一缓，老师的，老指导你啊！来这个行不行？啊、跟国际上接轨啊！评委一听都耳熟能详的啊啊 啊, 啊！那舞蹈走心啊，啊用心。那、啊，卡迪克迪克呀，呼喷呐，美不？你看爸美不？啊，美。你看我大动吗？不用大动，你看啊，耶、啊，跟爸学来。哎，萨朗库迪卡红嘎嘿，哎美啊哎。萨朗库里卡红卡拉耶，那咿呀库库达嘿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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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不是你想咋的？没摔着吗？啊？要抽啊？妈，一个人抽还不行，带儿子一起抽啊？我看儿子表演的缺乏激情。不是爸。嗯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嗯，就你这么辅导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咋考了。你看，我现在你给我整的脑袋一片空白呀！我现在你到底给儿子整紧张了？你看，我着急。行，老儿子，别担心啊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听爸的，你坐这儿啊。刚才爸教你那些呀，你都不用记住别的，你就记住一句话啊：表演时候一定要用心啊。啊，一定要用心就行啊！别紧张啊，啊，你把心情放松，爸给你调整调整。呀，你还调整调整？你是心理医生啊？哎呀妈，我比心理医生不强多了。你忘咱家新买那个驴，不吃草，我跟他唠一会儿嗑，一捆草全造了，你忘了？嗯，他就能听懂驴话吗？你看你妈崩人可有劲了，你知道吗？行，你调，我看你能调啥？调。闭眼睛了，跟爸学啊，吸气。憋一会儿再放啊，这孩子这么急呢，来吸气呼气，打开，把身体打开，吸气呼气，你爸太累了，这些天为了你考试啊，他比你还紧张呢。让他睡一会儿吧。
哎呀妈，我儿子考上了！妈呀，老儿子你回来了，考上了，我老儿子，你们俩都庆祝呢。哎呀妈，带我一个！哎呀妈，我儿子考上了！妈，我儿子考上了，妈高兴，我也考上了，我儿子考上了，爸，我儿子考上了，你咋的了？儿子，你考上了，爸高兴啊！爸，我还没去呢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做梦了？是做梦，是做梦。但是，做梦也能考上，就能考上，就能考上。儿子，好样的啊！能考上，老伴儿啊，哎，这些日子啊，把你给紧张坏了。这么的，咱俩带儿子出去散散心，顺便你也放松放松，好不？行，妈啊，不是，说啥？行啊，放走，你儿子放松放松放松，你走，不哭啊，嗯，像个男子汉一样。爸当年呢，比你男的坏了，你爷那时候我这人都要2块钱都凑不够，你像你现在大了，也不像你。